立刻就被这个毛病，它最后还让我们洗出毛病。将近有这个上万件的程序这样在跑，全部都是经由公所，然后再到县市政府。 这造成民众非常大的不方便，好，所以我们是首先来做这样一个流程的改变，希望让民众使用上呢越来越方便，它品质也越来越好。